天一天啊接近啊，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反省一下，过去到底呢做的人与人之间啊在互动尽人情啊，哦，就是彼此应酬互相的付出，那到底呢是功或是过？所以我们要好好来省思啊。比如说为了事业一定要应酬，为了呢拉感情啊杀伤多少生灵，所以呢我们要好好来省思一下。所以呢要省思功过啊，功有没有造到了多少的功德啊，是功德多呢或者是过失多啊，所以我们真正的要好好的来思考一下哦。那最近啊一直都看到了哦，懂得如何呢人与人之间互相来劝导，互相来影响啊，如何来忏悔，忏悔过去的无知无明一次的生活啊，应该呢要好好的忏悔啊。佛陀说谁能无过啊，这个众生愚昧啊，什么人会当讲我拢无过心呢？人人都会有过啊，所以我们应该呢要忏悔啊。这种忏悔法门呢就是洗涤我们内心的无明无过，让我们心灵的这一片大圆镜池呢明明亮亮的，可以照见天下的真理。看看我们在台湾那一次呢这个梦里六道的故事啊，引到了菲律宾去了。那菲律宾呢他们要用什么方式来表达更能令人清楚了解不可以杀生，杀生是一件呢很残酷的事。看到了这个菲律宾呢他们的信仰啊都是天主基督啊，他要把活化的真理呢呈现在人人的面前呢实在是不简单。不过呢用这样的方法他会更能清楚，所以啊这种疼惜生命爱护生灵呢应该是我们人类呢人人都要推动。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忏悔过去啊肚子里面呢啊跟口意里呢到底呢吞食了多少哦，当你吞食之前呢不知道呢造成了多少的人间炼狱哦，那在众生生命中的哦啊人人都是亚切啊哦阿修罗啊那样的残杀众生命啊。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呢要供慈福哦，那用慈悲啊慈悲心哦，如何呢共同互相勉励啊，要见苦知福哦，那要多多思考啊众生被伤杀之苦哦，那我们呢要启发智慧，能有同理心啊，从自己的身上去体会到了其他生命的苦难。我们人与人之间可以见苦知福，我们更要呢更上一层楼，我们还要看到了其他的生灵之苦啊，
所以智慧呢要步步高升啊、哦、我们应该呢要能了解到人世间啊今天会有这么多的苦难啊就是因为过去生中呢曾经有造过那样的因啊所以你破坏生态环境啊现在来生人间呢也都在天灾多灾呢那人祸的地方都会造成那样的环境哦所以啊这个现在的果那就是过去所造的因所以我们现在呢在人世间里啊很有福在这样的佛法很昌盛我们简单就可以听得到我们呢人与人之间呢、啊、有志一同来推动、哦、我们应该呢要知福我们应该人人共知福、哦、大家人共同来积福、哦、所以呢慈悲以福慧啦我们才能呢很自在哦，生活的空间才能很自在呀、啊。看到企业界的老板们呐、啊，也已经呢了解到了啦。啊，要办尾牙，看到啊哈、哦，人人呢都是有与众生共生共存呐、啊，那表达啦那一份的。对员工的诚意、哦、那看到了高雄里的那一位黄师傅啊、哦、他呢员工也很多啊他要如何呢让员工人人都很欢喜 啊, 啊也体会到了老板呢对他们的那一份的诚意的爱的回馈啊所以员工们呐、啊都是共同呢赞同用素食为牙吼来慰劳，生意有够啊啦，慰劳嘛真欢喜啦吼，这样的那么多的桌哦吼，像你最多、哦，你想，假如呢都是以用搓半分的啦，你想一块桌顶啦。爱几尾鱼啊啦，偌侪龙虾，多少鱼呀、啊？吼，多少的鸡呀、啊、鸭、啊、猪啊？吼，到底呢？多少类的生灵的生命呢？上桌啊，想，伊要上桌顶的以前呢，爱经过啦多兵夹啊，那。这用刀杀的啊，用棍子打的啊，等等啊，还要碎碎的杀哈，那细细的杀哈，还要呢落滚汤啊，啊落油丁啊，这不都是呢？人间如牙车嘛，哈，那亲像地下的牙车，得得辛苦啊，那把所有的众生啊那样的。杀来以后，一盘盘的上桌子啊，才一口口的被吞食，这都是呢很颠倒的人生啊。还有看到了岐山哦，有一个养护中心呢，都同样接受慈济人的建议哦。那么慈济人呢，在这样的养护院的地方啊，也来来回回呢关怀七年的时间，牵引出了呢那一份的菩萨情啊。今年要。尾牙、哦、那慈济人、啊、就会去跟他们沟通哇这个长者们、啊、也都很欢喜、啊、欢喜呢接受素食的同时呢他也就说剩下来的钱、啊、那就是呢可以做慈善公益的工作、哦、那响应的八分饱啦，那这个八分的饱啦，
可以呢两分来做公益，这都是呢非常好的啊。人世间呢、还有呢很多人饥饿没得吃啊，这都是呢天下的灾难呐、看咱伫这个所在，哪会当伫买个吼来推动八分饱，两分来做公益啦吼，那多素食呢，少杀生啦，这样的呢就是造福人间，人情温暖还是呢很圆满呐。